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 Stupid Bar 全台湾健身道的酒吧，我是 Brandon， 我是安仔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佩玉。耶、yeah, ，今天呢有新的来宾佩玉。耶、yeah, yeah, ，我们欢迎他。欢迎，大家好，我是佩玉。大家看到我们桌上特别多的酒的种类，对不对？我要告诉各位，夏天快到了，便利商店呢各家都会推出那种即饮的调酒系列，因为对，因为就是夏天，它呢就是可以呢在便利商店就可以喝到清凉的。即饮调酒，即饮调酒，谢谢哦，天哪！你看导演叫我录一个很震惊的，哎，你搭了，突然很尬，我不知道你们在气质什么、啊，你们刚明最吵了。我们今天就要喝给大家看，帮忙大家猜猜看有没有雷，或是帮大家实验，让大家不要花冤枉钱。第一个呢，水蜜桃，最喜欢水蜜桃，我很期待。某某讲。那我们要不要把两个蜜桃放在一起？这个是日本的蜜桃，然后这个是韩国的蜜桃。韩国蜜桃的，这个是 Coco 的，这个是什么？这也是桃子，台啤的桃子，哦、台湾、哦。所以我们先是蜜桃成熟时，是吗？我听了什么？是吗？对对对，成不成熟就喝喝看喽。对对对对，哦对，没错没错，你非常的正确，你非常的正确，跟观众有一些共鸣。好，来。摸摸奖 ，Santori， 摸摸奖，摸摸，先闻，哦，哇，那个直接吓掉，太想喝，哦，就是很清楚的水蜜桃，哎，哎，它水蜜桃呢，水蜜桃的很自然呢，真的。我觉得它是比较像水蜜桃毛毛毛毛的那个边，可以感觉到果肉毛毛的感觉，毛边，对，它比较雾感一点。如果用口红来比，你就是那种雾面唇的雾面唇的水蜜桃，真的好抽象。我们那节目越来越抽象，但真的它不像那种化学的，很多那种利口酒水蜜桃就是那种化学的，然后很像口香糖的那种水蜜桃，没有。它就吃得到毛边的那种感觉，因为你知道吃毛边会有一个那个果肉的那种甜味。好，我们接下来是。你说这个什么？来念一次。不要了。你看看。没有没有。春哈利古春阿什么阿斯瓦，好厉害。好，谢谢。水蜜桃它有什么东西？我蛮期待它的，因为其实那个烧酒本来不就有出各种风味，有西瓜，然后什么之类的。对啊，我蛮期待的。好，来，喝一下，喝一下。哎、欸，佩玉是主持人哦。真的，他是主持人，所以呢，他很棒，他很会带。啊，这几趴哦，哎，十趴，这个甜度就很明显。第一个几趴，三趴而已。第一个就是果汁，但第二这个呢，真的有，真的有，有点感觉。哎，那十趴是果汁十趴，酒精度只有三趴。真的、哦？那为什么大家都不是我今天？那有什么感觉？不是我今天到底在介绍什么？我要回家了。这你家还是先让你睡一下？这我家是不是？对，这你家。我今天到底介绍什么？怎么都讲不清楚了？没有，这其实是三趴，它的酒气感很非常的足。我刚才以为它是十趴，它写的十，因为我看不懂韩文。它的十趴，我以为是那个哇十趴，没有哎，它三趴哎，怎么会这样？一直都觉得很有酒味。哎、欸，所以这个很这样很棒哎，因为你知道吗？有些人男生酒量不好。酒量不好，女生会喜欢喝这种感觉的吗？没有很喜欢、欸，没有很喜欢。我比较喜欢第一个，你呢？我其实比较喜欢烧酒感。好，有酒感，因为他平常在我们的威士忌酒吧上，40多趴，所以他喜欢这种比较强烈的。我觉得男生会喜欢这个，就是有点娘，但不是那种纯果汁娘的那种，就是还是有点 man 味，但是它其实只有3%，所以你可以多喝几个，很有酒感的感觉。而且它气泡没有前一支强烈，所以就不会那么占胃或者是垫舌头的感觉。哎呦。很会形容哎、欸，很会形容啊，形容了、啊，要来我们这陪衬的，对呀，没有那么特别好啊，好，那我们换佩玉坐，来好，我们换坐，佩玉坐中间，好，那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第三支，好，来，第三支。第三支我们要回归到台湾价值，所以这一支是台啤出的嘛，微醺低调系列哦。低调一点。刚看一下，它是用伏特加做基底，而且呢，这个也是3%。嗯，这三个都3%，都是水蜜桃。我比较喜欢第三个耶。我最喜欢第三个。就它的层次，我没有办法明确的讲，但我觉得我喜欢第三个。你觉得第三个有那种勾扎鼻，
就是大家小时候不知道有没有喝过那种弹珠汽水啊，或者是那种金车牌，很容易会在那个烘焙坊的后面会有一个冰箱，然后那种冰箱会卖那种你在便利商店买不到的那种饮料，对，然后弹珠会拉下去那种，它是那拿木内那种拿木内弹珠汽水会有的味道，又喝完那个嘴巴会收干你的口水，我就觉得，而且哎、你知道是台湾小时候的记忆，所以呢，它这个又写是台湾出的，哦，天哪耶，我觉得难怪我们会最喜欢。这个，但是我喜欢第二个，我们最记忆的味道，真的吗？我喜欢第二个，是不是因为你最近在看文森佐啊？对，我在看意大利文森佐，而且韩国的东西，好好来了。对，因为我喜欢喝起来有酒味的那种。啊，但我喜欢第三个，还蛮清爽。都三吗？我怎么知道喝两遍？没有，是我自己想喝，我也想自己想喝。多呢，我自己想喝。金牌还有很多，还有很多。好，现在甜的喝完，我们喝点酸的啊。好，来来来来来来来，谢谢老板。好了，来，我来的。来来来了，这个我很期待，因为其实我自己很喜欢喝那种札幌的 Sapporo 的啤酒。他这边出了一个南美，我跟你讲哦，这一瓶呢，你请人家帮你买的时候很容易吵架。为什么？我要买那个南美口味的。但你是南美还是蓝莓？找不到啊，找不到。南美，南美，你没有讲错，但他觉得你大舌头。好，好好笑啊。好，谢谢。我们来喝一下。它的这个上面的。上面的这个颜色跟它一模一样，它真的没有骗，真的，真心不骗，好，来来来，妈试试看，它有那个紫苏，紫苏紫苏我们有做一个梅子加那个什么紫苏的，就是很搭，然后它这样子就很棒哎，不是它前味是紫苏，后面有一个那种腌制梅子的味道，就是很像是那种便当，对对对，白饭配梅子的那种梅子，好，再来喝别的酸的。好，我来看。我刚刚想解腻的啦，你知道吗？不是说怀孕要吃酸的，对，怀孕不能喝酒。好 ，OK， 可以吗？然后我们现在好想要，讨厌你。我今天这人是来耍闹的，我感觉导演也蛮累的。每次出柠檬口味的，我都会直接就想象得到的味道，因为你不可能用真的柠檬，真的柠檬就很容易就腐坏、腐败，就一定是用柠檬酸。对，那柠檬酸就是这个味道。所以我不会期待柠檬的口味，所以呢，小朋友呢刚出接触可以喝喝看，但是以这种哥哥们哦、姐姐们哦，看不起是不是？我宁愿去尝试其他的味道，比较南美是吧？对，比较多一点想象力，哎，好，比较有想象的空间。对，就是 CC 柠檬。好 ，OK， 我们接下来要喝 Santori， Santori 哦，日本的那种。三得利，我跟你讲，三得利酒厂呢非常有钱的烈酒公司，因为你知道它是唯一没有上市上柜，它竟然可以花几千亿买掉那个军病的酒厂，三得利是非常非常有钱的。你这个不能播了，然后我再赞扬一下。你有看到导演一眼神死？好 ，OK， 他想回家。白葡萄，洗杯，3%，今天导演都对我们好呢。这个4%吧，刚刚那个4%。现在我们来到了这个三得利的白葡萄。ほろ酔い，快点，我想要蜂蜜苹果，等一下，苹果。等，我们还没讲苹果，讲，就不会啊，还没有讲。改下班，改下班。我跟你讲，白葡萄呢，就去皮白葡萄的那种甜感，就这样。好，来再来，青森苹果，我超期待。青森苹果汁很好喝，真的吗？这个是蜂蜜，然后呢，等一下，这个蜂蜜苹果酒，我很期待，超喜欢苹果的。我没有看过这个酒，因为啤酒已经不好保存，然后所以我觉得它的技术很厉害。你知道什么吗？为什么？果汁12%，我们通常喝的那种饮料都不到10%，都不到1%，有没有？都不知道，不到10%，太夸张了。对，这个本含量0.0几%，这样不是吗？天哪，原来要保养要喝酒，洗杯。如果以后想喝果汁，直接就买这个。有哎，你看它乳白色，有苹果味，挺喜欢的。我挺喜欢的哎，这个好喝耶，这个好喝，这个我没洗到杯，它不会死甜，不会腻的那种感觉。你们有喝过青森苹果汁吗？就是这种，就是玻璃罐，对，玻璃罐的，
它就是有那种苹果味，那种层次的苹果味，真的蛮像苹果汁的耶。你知道它是那种很新鲜的感觉，就是你咬一咬，咬一咬那种苹果那种残留在嘴巴的那个味道，没有什么酒精味，而且它是带皮的苹果，就是你可以感受那个脆感，然后你牙齿超过那个苹果的皮的时候，有那个酸酸的东西密在你的嘴巴的两侧，真的好香耶！专业，主持人有事哦，不是，它有嚼感，你知道这支酒有嚼感。完了完了完了，以后就是你可能没有你了，他很轻易耶。以后佩佩玉就是在下面，然后帮我写稿，然后然后你突然觉得我思维丰富的时候，哇，是佩玉写的稿。这个声音来，我来当倒酒小妹。酒妹啊，酒，你幽默耶。好，我们白葡萄喝完了，我们现在喝一般的葡萄，三多利出的葡萄酒。葡萄酒，这个也是3%，这也是3%，来，慢喝。我觉得这个啊，我们刚喝的跟白葡萄比较起来的话，白葡萄的话比较，你刚说有棱有角嘛，比较 light 一点，但我觉得这个会比较甜一点。也是那种香槟汽水的那种感觉的那种的化学感，所以我觉得还好。比较像秋帕秋帕，就是那个棒棒糖的。嗯，那个叫秋帕。棒棒糖那个秋帕秋帕。不是厚厚厚。这是厚棒糖。我爱棒棒糖，我爱棒棒糖。哦，那11点后就要睡觉。不可以看电视，不能看电视。我知道。棒棒糖的男孩。OK， 好。OK， 拉力泡。OK， 我知道拉力泡了。好 ，OK， 接下来呢，我们要喝酸甜类的百香果。百香果比较少人会这样出，我看一下。这是哪一国的啊？加拿大。咦？今天最高啊 ！Passion fruit。哦，哎，他们有用色素来用一个什么红色什么之类的。其实它原本。这个是先洗杯 shot 是吗？但是对洗杯 shot， 但我觉得像国外出的像绿口酒会都通常那种，哎很浓哎，倒起来就这里已经现场已经闻得到味道了。这个我不行哎，这我是没啊，这手太腻了，觉得。我觉得它就是萃取出那个百香果的味道。但是呢，甜味跟什么的都没有做到，它很像是 IKEA， 大家去 IKEA 吃东西的时候的那个气泡水，风味气泡水，只有风味没有。哎，对啊，你很会形容哎。好，我们现在来到最后一杯可尔必斯烧啊，几趴呢？3%，3%ですね，乳酸菌3%。对，而且我觉得跟你讲。日本人喜欢出那种沙瓦，你们去那种就酒吧或者去吃东西的时候，他们给你那个沙瓦，对，然后那种喝的，这个必须真的是，所以这个喝这个酒还有帮助肠胃吗？真的蛮可必须的，真的，这可必须喝到醉这样，有时候哎，那这个很适合在那个关东煮店。错，烧肉店。哦，对，吃烧肉一定要喝可必斯。可必斯，然后呢，解腻啊，解腻啊。我也是吃烧肉一定会点可必斯。真的吗？就酸酸的解腻，因为它油脂感很多啊，对不对？然后就会觉得蛮搭的啊，真的。而且它酒味也不会到很重。好，我们要到了评分的环节，所以我们要在这个品项当中，我们要选出我们自己最喜欢的前三名，以及呢这一些品项当中。比较不喜欢的 ，OK， 好，对对对对，不代表本台立场，总当代表哪里的立场。好，来我们请安仔先。好的，加油。好的，那我 no, hey, 我第一个选这个，最、哎、喜欢台湾的感觉，对，就是淡珠汽水口味，对，就是比较清爽一点点的 ，OK 吗 ？Gateway， 对，对，第二名的话，我会选这个。多利白葡萄，美酒，美酒，我跟你讲，毕竟它是里面最甜。对，第三个可能也是选，我觉得这个也是偏小朋友就是可尔必斯口感的。安仔前三名，不喜欢哪一个呢？也没有到不喜欢，就是我个人口感就是没有办法接受这么酒味这么强烈的这个，就是全部最高吧，它是5%。嗯，对，好 ，OK， 好，那佩玉你呢？
来，先来请评分。Okay, 好，我的第一名呢，佩玉的第一名，我选这个青酸苹果，因为我觉得它的甜感啊跟气泡都不会太强烈，所以即便有气泡，也不会那种很冲的感觉，我很喜欢它。然后第二名呢，我选这个烧酒，对，烧酒底的水蜜桃。那你不是说你比较喜欢它吗？可是我觉得综合起来之后，综合比较起来之后，对它我觉得好喝。然后第三名我选啊，好难哦，结果我选它。因为我觉得它有香气，可是它可以给我酒精，然后在这个炎炎夏日，如果我要追求酒精的话，他们三个各给我不一样的需求取向，就是它给了我很完整的风味跟就是温舒服的感觉，然后它给了我很甜蜜的感觉，但它给我酒精，所以我选它。Chile, 不喜欢的，有点 Chile, 不喜欢状况，不喜欢，我讲不喜欢。不喜欢的话，我选这个，因为我觉得它只有柠檬酸的感觉，然后味道很单一，然后又收敛到我整个嘴巴很干涩。我喝啤酒就是为了要解渴消暑，结果它让我的嘴巴都干巴巴的。不要生气，他本来要给你业配的。其实我喜欢嘛。来不及了，没有了。OK, 好，现在换我。好，换你，换你。下来，你喜欢哪一个？来评论，排队评论，评论。第一个呢，当然是要非常 man 的南美口味，真的很喜欢紫苏哎，紫苏南美，紫苏人哎。对，第二个呢，我要选择它，因为有酒味的水蜜桃。你就是在喝酒，我不要喝果汁。对，我就是这样子，然后让我觉得哦，天哪，就算心理作用也好，我就是要喝醉。第三名呢，我选择的是谁？好了，因为这个都酸酸甜，我选择它。青森苹果宝宝，因为它的苹果是真的嚼新鲜苹果，然后残留在嘴巴的咀嚼感的味道，然后所以呢，我觉得它可以做这种果香味做的那么有特色，所以呢，我给它分数，那呢最不喜欢的呢，我说是它，我真的很不喜欢让我有感觉有那种甜，它没有甜味，它就是那种香气，然后有这样。我不喜欢喝甜的，但是这个就是让我感觉很像的那种，它这个机台的饮料要补一下，感觉是最后的啊，对对对对，那样的感觉我就不喜欢。好，对，为了呢更接近、更客观的让大家呢有参考的依据呢，所以我们决定报大家的星座血型来供大家参考。对，来看你要听哪一个的。好，来让我们欢迎摩羯座 A 型安仔。第二位呢是天蝎座 O 型佩玉 ，OK。然后呢，第三位我呢射手座天蝎座，射手座很坏、啊，射手座天蝎座 B 型，射手座很可怕，中间22号、欸，大家要小心射手座的男生。好，你不要乱讲。以上呢就是呢我们呢就是主观口感分析报道。好，我们 Steve Bar 下回见，拜拜，拜拜。